火箭之类的吗？忘记了，这儿哪有火箭发射场了？不是，你这山西都没有的，山西五寨。那离这也太远了吧？那我也不知道嘛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是飞机啊？你家飞机坐的荒芜了。我哪知道了？我家球没坐过飞机。哇！放什么炮？他这是啥东西啊？也？哎，他是不是火箭啊？有没有这个可能啊？上面还有个飞机呢。是吗？飞机？不是飞机，飞机阅兵的阅兵的时候。哎呀，看到了，看上吧。也有可能。我感觉像 UFO 呢。主要这个烟挺。这个烟有点那啥，你看他那屁结尾那地方，倒的往回走了吗？他刚才就直接拐了个弯在半空中。对。那应该不是火箭吧？火箭应该是直直的吧？火箭也有了。哎我天。制导是火，制导是火箭呀。哎，你妈是导弹。没有可能。没了，赶紧出矿。